那我知道有人喜欢。那我知道有人喜欢可能通话啊，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就是只戴一边耳朵。我知道有很多人还蛮喜欢只戴一边耳朵，像是通话啊，或是通勤，你要接电话之类，他们喜欢只戴一边耳朵。那这一个耳机 85T，它只能戴右边耳机单独使用，你左边耳机是没有办法单独使用。我还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延迟有一点长，所以你在玩游戏啊，或者是你在电脑剪影片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一些问题，你的延迟就会影响你的工作。